千国记中写着掌管时间的神，为一个女孩魂飞魄散。难道说我们真的到书里了？大胆妖女，你是如何来到企鹅，又是如何把孤单到此地？那个秦少虽然长得帅，但是杀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的，绝对属于变态型。你的穿越，我们的相遇，会不会就是命中注定的？跟姑在一起，姑在哪儿，你在哪儿？我喜欢你。这是何处？这里就是。天界。朕已经。对，你已经死了。我们三个人都是皇上，都遇到了这样的奇遇。说不定我们有某种缘分呢。我要追求他，我要让他成为我的恋人。我喜欢你了。洛熙是我认定的王后，你若再纠缠，便对你不客气了。但你也不配跟他在一起。